为什么谈恋爱？为了一起听雨声，一起吹春风。难怪对新人指指点点，原来是公器私用。哎呦，有些人可真好意思啊，整个部门都给拖累了。换个地方说话。这件事儿，我不能让时光一个人承担。你喜欢他，与其在这边胡思乱想，不如直接听听他是怎么讲的。今天我要给大家澄清一件事儿。几个星期之前，一个烦人的阿姨横冲直撞地出现在了我的生活里。她真的很烦，打乱了我很多想法。我以前觉得梦想是奢侈品，是我不配拥有的东西。是她让我明白了，原来我也可以去争取。也是她让我知道了，原来我也可以去那么努力，那么义无反顾地去喜欢一个人。他就是我的经纪人林暖暖，但是他也很明确地拒绝了我，没有接受我的告白，而我也会负起责任，解除合约，离开瑞尚。暖暖，谢谢你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去找他呀！我走了。哎，你别真用跑的，你打车去啊！暖暖，你在公司的事儿我听说了，需要帮忙吗？高总监，我辞职了。你不可能放弃这个工作。不是放弃，是我决定从头开始。其实你这一次回来想找回的不过是三年前的我们，但是有些遗憾注定无法弥补。总是想着过去，不如试一试看一眼明天。你的明天一定不会有我，对吗？也许有一天，我们还能成为朋友。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也是当初让你们认识我的那首歌，送给我自己，也送给你们。我爸爸曾经说过，每个人都有必须要去做的事儿和必须保护的人。我会努力的，也祝屏幕前的你们所有的付出和努力都能够得到回报。需要经历过几次的遗憾，才能看透平凡。需要体会过多少种不安，才不害怕孤单。没有啊，怎么了？他去找你了，但是到现在都联系不上，应该是手机没电了。我去找他。别拍了，你给解释一下好吗？好吗？你解释一下好不好？解释一下，到底是你啊？啊，你们俩。
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什么？错，爱情基础是必须的，同时感情。你等会儿，我跟你说，魔芋丝。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刚才那男的谁啊？我朋友。你男朋友还是你什么朋友？就算是男朋友，那又怎么样啊？你怎么又谈男朋友了？你就没有什么别的想说的啦？没有的话，我先走了。哎，那男的看面相他就花心，我算了一卦，你今天不适合谈恋爱。哎，梅晴，我宠你啊，我养你啊。先管好你自己吧，小朋友，我今年啊不适合谈恋爱。这算卦的都是江湖骗子，他说话不算数的。哎，梅晴，梅晴。好，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。总监，这是公司两周年庆祝方案，就差您和林总签字，但是林总今天不在。今天这个日子他应该不会来，他去接人了。是谁啊？要林总亲自去接？他两年前带的艺人。毕业快乐。为什么谈恋爱？为了一起听雨声，一起吹春风，为了握住你的手走过这座城。但其实只有一个原因，我喜欢你。